是有时候吸多了这玩意儿之后会咳嗽，然后可能会引发一些那个呼吸道的炎症什么的。看国家的力度怎么样了，肯定会越来越好吧，因为国家它就是国家也在注意到这方面雾霾的问题，也在治理，因为在国外的一些国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也出现过雾霾情况，不是一点点也克服了，对吧？咱也慢慢克服呗，找方法。